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为大家录一个采野草的视频。这个采野草呢，是一个棒棒糖造型的采野草，也是我通过种子培育出来的。它大概经历了好几个月吧，就长成这个样子。但是呢，它现在随着温度的降低，它的状态是越来越差，所以我准备还是给它录一个视频。就怕它哪天被冻死了，因为这个采野草是怕冷的植物，冬天可能过不了。前段时间温度非常高的时候，它这个采野草的叶片还是非常鲜艳的，更加的好看。现在的状态还是差了很多啊，因为台风嘛，吹断了几根枝条，所以我做成了棒棒糖造型。它的花期也是非常长的，而且非常的耐开，很不错，大家可以尝试一下。